客官您真有眼光，我们家的烤鸡可是。秋高鸭肥，隆中鸡胖，现在正是吃烤鸡的季节。这皮酥的，这肉嫩的，太美味了。我们找个地方打坐休息一下吧。市政府出事了，快点过来。如今这里却再次响起了当年的歌声。开天眼，跟我走。好凶的女鬼，你可别被他们缠上了。马家守护了这座城几百年，城里不可能有这么多僵尸。先消灭了这个大家伙再说。刀下留鬼，我有话要问他。我是大师兄，我要保护大家。这张静心符应该有用。昔日故人不在，离原。你们真的是来救我的吗？你快些将手帕交给诗画，让他说出一切。求求你们，救救我哥哥！吾乃门神，何惧鬼魅？
解铃还需系铃人。可以施法召唤出杜云烟的魂魄，你拿好这引魂幡。我听闻先生噩耗，一些不疙瘩想要带走杜小姐，阻止他们。门神，何惧鬼魅？来了个厉害的家伙，我们去会会他。乃门神，何惧鬼魅？接下来，用往生咒让关师傅的灵魂得到超度吧。
来了，请你们让我随他一起去吧。门神，何惧鬼魅？门神，何惧鬼魅？点燃这张符，会放弃的。宋丹平搬上弹诀了，小心。鬼公主想让我们葬身火海，死在这里。
门神，何惧鬼魅？还好我聪明，这么快就找到你们了。这是师父画的祈雨符，应该管用。收拾完这些僵尸，就可以撤退了。